係でしたらこちらへどうぞ。お願いします。袋をご利用でしょうか？あ、いいんです。200円になります。1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1000円お預かりします。800円お返し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Lei 的日语学习。那刚才的小视频你听懂了多少呢？那最近呢有观众朋友给我留言说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对话方式来分享一些简单的日语学习内容。所以说呢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日本便利店买东西时你所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简单的日语表达方式，是用对话的形式啊。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刚才小视频里边内容出现过的一些日语的表达方式。哦，对了，在视频具体分析完之后呢，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我分享的，在我当时来日本留学，在便利店打工的一些小经验的分享。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好，那让我们开始今天内容吧。那在日本呢，不管是你进入一般的商店，或者说是便利店啊，还有就是超市等等呢，一般的店员呢，看到顾客呢，都会说一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那他的意思呢就非常简单的欢迎光临了。那当你挑选好东西准备去收银台结账，或者说你等候在队伍里边准备结账的时候呢，非常热情的店员呢就会跟你说お会計でしたらこちらへどうぞ。那其实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决定结账的话呢，就请到这边来。那有时候呢其实他们也会非常简单就直接说どうぞ，就是请的意思。一般呢都是工作了很久的老前辈，比较老人，他们就是可能说话就比较简单一点。那像一般新人呢，他就是可能也不是特别熟练，就会比较说很长的句子，就比较就是礼貌的感觉，其实也无所谓啦。那作为客人的话呢一般就是就是他让你去那边结账之后呢，你拿着东西就直接给店员就可以了。那有些非常礼貌有礼貌的人，或者说是可能因为一些文化习惯吧，就是一些日本人他就会跟你就是非常有礼貌的说一句お願いします。那其实呢不说呢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吧，你就直接把东西给他，他就会给你算账了。接下来店员他会一边计算你买的东西的钱，一边呢还会问你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觉得，因为呢其实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呢，对于这句话呢其实呢没有马上就听懂，当时还是蛮尴尬的。后来呢我就是买的东西买的次数多了终于能够听懂这句话，当时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那就是这句话啦，これをご利用でしょうか。那这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塑料袋，就是装东西的塑料袋。那这里呢有一个小的一个就是小知识，就是说日本呢现在呢就是大部分的商店都已经开始对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有料化，就是要收钱了。之前呢是免费的，现在要收钱，所以说呢你最好自己带一个小的塑料袋去。如果说没有带的话呢，你就必须要付这个塑料袋的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然到时候产生一些误会，就是觉得好像钱算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还有呢这时候对于这句话的回答呢，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呢还是就是说对于可能刚来日本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我当时就是产生了这个小小的疑惑。那一般呢简单的回答呢就是这样子的いいです。那就是いいです，就这样回答。其实他的意思就是いい呢在日本当中就是好的意思。我当时呢觉得好的话呢那不就是要塑料袋的意思吗？其实呢就是有点像不了谢谢了，就是够了可以了，就是我这边很好没有问题的意思，就所以说就是不要的意思。所以说别人就是在问你就是说需要什么吗，你只要回答いいです，就是不需要。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好像刚开始会觉得有点脑筋急转弯，就是いいです，你想到自己就说我很好，我不需要这个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以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接下来店员呢就会告诉你买的东西一个总价，就是一个价格的一个报价了。你还会拿吗？那然后呢你就根据这个价格拿出自己所要付的钱。那一般呢就是你其实呢这时候呢不需要什么，你只要把钱给他就可以了。但一般呢就是为了就是礼貌一点呢，你会就是直接跟他说多少多少钱给你的意思。那这时候呢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1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那如果说你不想说具体的钱，就直接跟他说那就麻烦你了，就把钱给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就说お願いします。那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表达方式。那收了钱之后呢，店员就会收您多少多少钱，然后呢找您多少多少钱。那这个呢一般都是电脑直接算出来的嘛，所以说他只要把那个找的零钱给你那就可以了。那最后呢他只要给你一个收银条，你就按照收银条上对一下有没有找错或者什么，就完全没有问题了。那这个呢作为顾客呢其实没有必要去记这些话的。那如果说你有就是打算在日本的便利店打工的一个情况呢，这句话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呢很简单，但是呢也是需要你非常熟练的表达，不然就是客人也不知道你在说多少钱，也不知道找多少钱，所以呢还是比较麻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的一个表达方式，可以看一下。1000円お預かりします。800円お返し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最后呢，你在拿到了啊、零钱之后呢，你为了表示一个感谢嘛，一般呢都会、按照日本的一个文化嘛，都会最后说一句啊，谢谢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其实如果你赶时间，真的没有时间去说的话呢，其实也不必特别在意嘛，你就跟他点一下头，也试一下，这也是日本的一个比较表示感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有时候急真的来不及说也没有关系的。那最后最后呢，店员呢就是在欢送你，就是离开这个店的时候呢，他都会说一句啊，就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那他的意思就是谢谢你，然后呢欢迎你下次再光临，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就是 每个顾客来可能都会说的一个话。所以说呢有时候说的很溜呢，就很长很长，就说的很快，你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对于、有打工计划的朋友们呢会有些帮助，就是基本的语言呢、就是还是要记住。这个其实呢你每天就是、做个几个小时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 记住的，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那通过以上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的分析呢，是不是让你对这个小对话的内容更加的理解深刻了呢？那让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对话内容，看看你是不是能够更加清楚的听懂每一句话的意思呢？すみません。お会計でしたらこちらへどうぞ。お願いします。袋をご利用でしょうか？いいんです。200円になります。1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1000円お預かりします。800円お返し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按照刚才的预告呢，最后一部分呢，我将分享一些我当时来日本留学，在便利店打工的一些小经验吧。那首先呢，在便利店打工，其实便利店打工真的是，你如果一旦熟练之后呢，真的是每天的工作呢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每天都在不断变化的客人，其实你做的工作还有你说的话呢，只要你一旦记住熟练之后呢，真的是每天都是一样。所以说呢，只要干的时间长，差不多其实一个月呢，你就完全能够掌握所有的内容，然后呢，能够轻松的应付就是简单的一些工作内容。那其实我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最严重的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记一些、日语的名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日本的香烟的一个 名字名称，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便利店大部分便利店都是有卖香烟的嘛、那他有个有的顾客呢，其实、便利店香烟呢都是有编号的，所以说如果顾客运气好的话呢，顾客直接说编号，你按照编号就可以拿到香烟。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半以上的我的顾客呢是直接会说香烟的名字的，就比如说就是 Seven Star 对吧，就是七星香烟等等，他都会，而且会说他的毫克数，比如说就是 Model 7三米里多嘎，纳纳米里多嘎，他就会说这些。所以说刚开始我对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因为我自己本人不抽烟的嘛，所以对这些日文名词是真的是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呢就在店里就是没有客人的时候呢，我就对着这些香烟一个一个记名字，因为毕竟它还是有一个系统嘛，比如说Seven Star 的一个系列，还有 Model 7这类系列，就很多的系列，你按照一个一个系列去记，那久而久之呢多了的话呢，你就会自然而然就是把它记住的。那还有第二个要记的东西呢，就是关东煮 Oden。 Oden 呢有很多的名字嘛，因为虽然呢大部分都是顾客他自己去就是把这个Oden放到碗里去，然后你收账，那你收账的时候要一个对一个，不要对错，因为每个价格都不一样。或者说有的时候呢是你自己帮顾客把这个Oden装到这个碗里边去，顾客会说啊他要大根，他要那个萝卜啊，他要什么空尼亚都给他要各种各样的名字。如果说他说的你反应不过来的话，这样非常尴尬，而且呢会惹得顾客非常生气。所以说我当时记这个 Oden 呢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的，就在家里每天都在看了这个食物，然后把他名字说出来。我觉得就是在这记这些专有的名字的时候呢需要花一点时间。那除了这些呢，你其实平时只要就是点一个就是条形码，然后呢把价格告诉他就可以了，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专门有一类的东西呢是需要去记一下的，大家在这方面呢稍微用一点心。那还有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便利店打工的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处理吧。其实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 OK 了。虽然便利店呢其实每天呢就是上班的人呢都会不一样嘛，因为毕竟就是有的是学生啊，有的是社会人啊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工作呢其实也不是很难，你就是以一个打工的身份去的，所以说呢你只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完，然后呢到了你时间下班了你就走人那就可以的，不必把人际关系搞得特别复杂。那如果说对方呢非常友好的跟你成为好朋友呢，那你可以跟他多说一些话。如果说觉得可能这个人好像不是符合我就是喜欢的人的类型的这种就是 type 的话呢，你就可以不必跟他说太多的话，因为毕竟呢你去那是打工的，而不是去跟他聊天或者说做朋友什么的。所以说呢大家只要做好本职工作，那就是不出错，然后呢店长安排你做什么工作
作你把它按时完成或者说尽量不要出错那就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的、处理就是人际关系一个方法吧我觉得、但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开朗喜欢多交一些朋友那有的人呢就是比较内向就是不太喜欢跟别人接触那这个呢我觉得都无所谓你只要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日语学习的内容啦希望呢之前的日语小对话呢能够给、来日本生活来日本留学来日本学习的朋友们呢有一些帮助和参考那还有呢、最后一部分呢、在便利店打工的小经验呢也可以给一些、准备去日本便利店打工的朋友们呢有一些小小的建议吧那还有呢、非常感谢给我留言的观众朋友、你们给我的建议呢我会非常好的吸收然后呢做出更好的视频你们的鼓励呢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啊好那如果喜欢今天视频内容记得给我点个赞啊那我的日语学习主题呢会继续更新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那还有呢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想学习的呢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最后呢祝你们身体健康每天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